原本那个草坪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荒烟漫长。哦，原本那个草坪根本人走不进去。啊，现在遐闭着一个足宽的草坪，你看，哦，那，当开放两年吼，当然爱申请啊，啊，咱就。开放，啊，这里有五公顷的绿地，我们透过黄锡煌立委来向中央征集，还有公所的少部分经费做维护，所以这是提供给东区。广大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登山步道我想这几年彰化市公所对于闲置的空间重新的再利用包括我们这个香山步道以前是一个74线的休息站我们赋予机关车园区就是善行车库这个赋予机关的已经荒废封闭了那这整整包括石台坑的步道都得到国家级的清水步道所以充分的将这个闲置荒废的空间重新再活用再绿化我想这里未来不只可以提供东区民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登山休闲的空间甚至于我们应该跟东区的农业行销结合在一起我想这里未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露营区我们有一个广大的草坪看起来很像是高尔夫球场我想感谢代表会的支持也感谢希望立委的中央争取经费让我们一起为彰化做更多的事彰化会更进步是哥，你先来一票。这个特别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让大家可以这个打卡啊。昨天刚成立的这个，为了今天知道今天有特别多人来。那我们等我们的这个。